放下。我饿了。没礼貌，客人还没到齐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嘉欣这孩子平常都很准时的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再打个电话。啊，不急。事儿不急不急。嘉欣，你在哪儿呢？大家都等着你呢。什么？你在医院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找大夫看一下就好了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听话啊！啊，医生，啊，您帮忙看一下他的脸呀，不知道怎么就红了一片。哦，你把口罩摘一下。好嘞。哦，跟我来吧。啊，去吧啊，去吧。喂，东野。喂，妈。哦，没事儿，明天我去找你去，好吗？哎，妈，我当面跟你解释啊。好好好啊，拜拜。Yes. 什么事情啊？这么嘚瑟。我终于把那个千金小姐给整治。行啊，必须的。哎，你不要跟我说你在那个美容床上面做什么手脚。做什么手脚啊？我那是一不小心。什么？李东野，你好卑鄙啊！小人，瞧不起你。想笑就笑。好问题，真的是啊，太棒了。